Hey, Brian Number Three here. I am back again. 这个礼拜我们来聊聊我最近刚买的这个新板子 Mayhem Puddle Jumper HP，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在找什么样的板子，我是如何找到这个板子，跟二手冲浪板要如何挑选，还有一些可以注意的地方。我自己也买过不少二手冲浪板，希望这些资讯对你们有一些的帮助。所以我当时在找什么样的板子呢？我是四月底的时候来到 Virginia Beach 这边，基本上以浪的季节来讲，就是已经是夏天了，浪非常小。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冲短板，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啊，我想要买一张板子，可能是一个 fish shape， 一张鱼板，或者是比较 fun shape 的短板。那时候我大概设定就是5.4到5.7之间，就想要找一张很厚的板子，但是又不想要太长。我个人蛮喜欢 Channel Island， 所以我那时候是一直在看 Rocket Y、Neck Beer 2， 或者是 Fish Breed。盘都是 CI 的板子，那我这个 CI 粉丝呢，怎么会找到一张 Mayhem 的板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是因缘际会。我在这个浪点冲的时间其实不久，又来3-4个月嘛，不过还蛮常去这个点的，所以当地的人跟常来这边冲浪的人，基本上大概都看到我。这边没有什么亚洲人嘛，所以基本上水里就是我一个亚洲面孔。我那时候的头发还是金色的。然后又一脸长了一个亚洲样，所以不少人叫我一个 Rashi， 就是奥运冲浪得到银牌的那个日本人 Kanoa Igarashi， 也恭喜他拿到奥运冲浪的银牌。我其实是 Italo 的粉丝啊，你知道 King Italo， 恭喜他拿到金牌，真的太屌了。好了，话说回来，有一个我应该是可以叫他叔叔的人，我平常看到他来冲的时候，他就常常带着一个5尺的软板在那边冲，不过我一看知道他是会冲的人嘛，就是因为浪真的很小，所以就软板玩起来是比较好玩。然后反正我们就聊，你知道在海上人其实蛮常聊天都是 ，you know，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就拉雷塞了。不过跟他聊几次嘛，他就跟他的朋友也是一个常来这边冲浪的，他就说，哎呦这个小子不错哦，就是聊天都在。用心聊，这样基本上就是在说我有把他们当成一回事，而不是说啊，来冲浪来玩，然后就随便聊聊这样子。我都叫他们 senior， 基本就是老人的意思。所以有一天我就跟他聊到，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找一张适合现在浪况的冲浪板。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欸，我有一张冲浪板，全新的，都还没有下过水，你有没有兴趣？那张就是 Puddle Jumper HP， 我知道那张板子，我自己没有冲过，不过我有一些朋友有在冲那张板子，我就问他多少钱，他给了我一个我没有办法拒绝的数字，我说好，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一下？他跟我说，我们等一下冲完我们就去看。我们那天冲完浪，我就心情其实蛮兴奋的，然后我们就去看了那张板子。接下来我放一段这个买板子的过程的影片给你们看。啊，如果说英文的部分，我就会把中文字幕打在下面。Hey guys, I am on my way to a storage, a surfer friend's storage. This guy, probably 40 something, I've been surfing with him for a while now, and apparently he has like lots of boards.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getting a small wave board quite a while now, you know.Since I got here, it's all small wave here in the summer. The board I am interested in is Puddle Jumper HP. The board is 5'6". It looks like a you know, good board for around here. Small wave, yeah, let's go check it out. Okay, 我们就开到他的 storage， 我们就进去看他那个板子。Look at this， 你们看他有多少的板子。So crazy.Puddle Jumper HP， 他已经上好了 traction pad， 还有upper traction pad， 这两个加起来大概也要可能快$100吧。This is the board I'm interested in. Guys, I got a new board. Look at this, brand new, Mayhem C4 construction. 板子到手啦。我觉得是一张非常漂亮的板子，也是都在
我觉得是一张非常漂亮的板子，它五尺六，刚好在我想要的长度的中间。然后这个 shape 也非常适合夏天这种小小的浪。I like it a lot. I am really happy and excited to ride the board. Soon it's gonna be in the water. OK， 这个是最后的一部分，二手的冲浪板要如何挑选？其实，在挑选冲浪板的时候，不管是挑选怎么样的板子，其实都分三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完全是初学，他想要买一个冲浪板开始练习冲浪。第二种就是已经可能冲三四个月，他已经冲了一阵子的人。第二，最后一种就是比较 experience 或者是你可以说是 intermediate 的冲浪客。所以二手冲浪板要如何挑选呢？如果你是第一种人，想要学习冲浪，但又不想花太多钱买新的冲浪板的话，我可以给你几个建议。就第一个就是买八尺以上的软板，第一个就是比较容易上手，第二个基本上它不会坏，我都叫这种板子 tank， 就是坦克车，因为它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撞，基本上不会坏。这种软板呢，什么浪都可以抽，而且一开始趴在板子上，胸口肋骨这边比较不会不舒服，因为它爬起来软软。再来，如果真的不小心跟其他的新手对撞，或者是其他人不小心撞到擦撞，相对的比较安全。再来就是板子比较不会坏，不然你买一个 epoxy， 轻轻的撞它可能裂掉，你就要拿去修了，又一个月没有办法冲。不过在挑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车子放不放得下。所以建议八尺以上的软板，不过超过十尺就不要想了，除非你的车子放下。大部分的像轿车啊，基本上如果是后车厢有办法连到前座的话，放八尺、九尺的、九尺六，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不过十尺的话，可能真的就要看一下你自己车子的长度。如果你不是在店家买的话，是去找别人自己私底下卖的话，其实有几点你可以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看他有没有给你脚绳，然后他有没有给你三个舵。大部分软板都是有附舵，然后都是附三个舵，所以要确定它有没有三个舵。再来就问他有没有附脚绳，有一些其实还蛮多的软板，你在买板子的时候，它就是给你舵也给你脚绳。而装备之外就是板子的本身，你可以去看一下它底下这个塑胶板的状态，基本上就是在看它这个塑胶板有没有变形，然后有没有很多的受伤，尤其是塑胶板的边缘，你可以给它看一看。如果它有受伤的话，你的手也要小心，不然不要被刮伤了。最后就是看软板的上面，大部分软板上面会有一层非常薄的透明膜，然后去看这个透明膜有没有剥落。如果剥落的状态没有到非常严重的话，其实这个板子也是非常好。其实基本上这个塑胶膜完全剥落的话，这个板子还是一个可以冲完全没有问题的板子。不过这个膜它会保护到这个软板上面的，假如说漆啊，跟它的一些土样。再来就是价钱啊，不过去之前我想你应该也会做一点功课，看它的价钱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OK， 第二种人，你已经冲一段时间，然后你的目标是想要冲短板，这边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个最重要的，你要找板子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板型跟它的长度，先不要太在意浮力。我告诉你为什么先不要太在意浮力，你的目标应该是要根据你现在的能力去设定一个板型，还有板子的长度。如果你这个设定对的话，浮力一定是 OK 的。举个例子，设定我想要冲一个 fun board 6.5尺到7尺之间，那你冲这样的话，你的浮力一定是非常 OK 的，至少也有40-50 liter， 就是非常非常够。你在这个阶段挑选的时候，我可以建议你是7尺以下，但是6尺以上的短板，千万不要买太短，因为你买太短，你会冲得很辛苦。我可以建议你去找一些 fun shape fun board， 就是一些比较胖、比较厚的板子。不过如果你是个子很高的人的话，好，我就建议你就7尺到7尺6。你如果是在这个阶段，你应该是在找一个硬板，就是一般的冲浪板。那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注意的呢？第一个就是它会不会进水，你就直接问那个卖家。不过就这个就是看卖家的那个诚实的度了。再来就是看这个板子有没有被修补过，有修补过其实不是太大的问题。不过它有修补过的话，你可以轻轻用你的指头去轻轻的按压，
修不过的地方。有一些板子它的 glassing 它是比较 heavy 的，看那个修不过的这个点跟板身其他地方硬度有没有不一样。如果你轻轻的按这个修不过的地方，它会有软软的感觉的话，就是以前修补板子的人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板子的架构，这就是你可以杀价的地方。哎，第三个就是 pressure ding， pressure ding 就是我们脚踩在上面的时候，它一些正常的使用痕迹，你会看起来凹下去。有时候看起来会丑丑的，不过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你可以用指甲去轻轻的在这个板身滑来滑去，再找有没有地方是指甲是滑不顺的，就会卡到。有卡到的地方，就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进水，或者是比较脆弱的地方，很有可能就会破掉。当然，如果他使用三秒就要去修一些小小的刮伤跟裂痕的话，指甲是会被卡到的。但你就问问这个卖家是怎么样的状况，因为我自己也会用三秒就要去补一些裂痕。常常我也懒着磨了，我就直接粘好就下水了。再就是颜色，你看它颜色，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板子它的年纪大概是如何，跟这个卖家看他是怎么照顾这个板子。基本上都是新的板子，如果没有上色的话，都是白色的，其实蛮非常白的。所以如果你的板子是黄黄的，或者是有一点咖啡色，那就是一个非常老的板子。所以你其实你想要调到一个中间啊，不过颜色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也是一个可以砍价的地方。所以最后一个就是你的价钱要 OK 啊。如果不 OK 的话，你就上面几点适时的给他砍一下，说不定就 OK 了。这边有个 side note， 其实在挑选二手长板也是有很多你可以去注意跟挑选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就先不说了，我们以短板为主。 Alright， 最后了，真浪人，你已经是 experienced intermediate， 已经冲了好一段时间了，除了我在第二种人讲的那几点之外了，你还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地方？我想身为真正的浪人，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靠感觉去看这个板子如何，在没有下水的情况拿着这个板子看感觉怎么样，看这个板子有没有 feel。 但这个 feel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它的材质、重量跟它 glass 的强度。我为什么没有把材质跟重量放在第二段浪人那边呢？因为材质跟重量在那个阶段的浪人基本上是感觉不出来差别的。如果你感觉出来的话，非常好，恭喜你，继续冲，你有这个，你有真浪人的 potential， 加油！好啦，所以材质、重量跟 glass 的强度，你要依据你平常最常冲的浪为基准，哪一种材质跟重量是适合的。现在短板大部分是两种材质，第一种是 EPX， 再第二种是 PU， 啊，也有第三种就是 carbon fiber 碳纤维板，但是这个非常贵，也非常比较稀少。我就先不讲了。EPX 板子的性质呢，它是会感觉比较轻，比较有浮力，滑水比较快。不过呢，在一些比较 bumpy， 不过呢，在浪况不是非常好的时候 ，EPX 的板子常常会，你会感受到每一个浪微小的变化。我用一个比喻，就是脚踏车。当在骑公路车的时候，那种轮子很细的公路车的时候，一点点小小的石头，或是在比较不好的柏油路，你可以感觉到每一个小小的石头跟震动。你在冲 EPX 的板子的时候，你是会有这种感觉的。那至于 PU 呢 ？PU 的板子它的重量稍微重一点点。你在冲浪的时候，你刚起蹭，准备要 bottom turn， 它这个下滑的速度会比 EPX 的快一点，因为就重力加速度嘛。PU 的板子也因为重量的关系，所以它沉在水底的部分会比 EPX 的还要多。可好可坏，好的部分就是你在冲稍微大一点浪的时候，稍微多一点的板子在水里，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速度跟稳定性，你会更好，你的平衡感会稍微好一点。再来就是如果浪况是很 bumpy 的话，就一样刚才回到这个脚踏车的例子，你就想想是比较厚的轮胎，骑在路上石头啊沙子什么的你是不太会感觉到。那再来这两种材质 PU 跟 EPX， 它如果是一样的浮力的话，所以就依据你想要拿这张板子去冲怎么样的浪况来挑选你想要的材质跟重量。重量的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是用去比较的，哦，这个板子比板子 A 比板子 B 重一点点，板子 B 比板子 C 轻一点，应该是没有人真的去量这个板子的重量啊。最后呢就是 glass 的强度，我自己看
这个强度的方法基本上就是拿我的大拇指在板子上压来压去，看它的板头，看它的中间最 midi 的地方，还有它的板尾，它的强度如何。有些的板子它是 ultra light， 它的 glassing 它就是比较 light， 压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板子软软，它可能非常轻，轻轻的压这个板子 glass 的强度不是那么强。我要这种强度不高的板子，第一个它会比较轻，第二个它浮力会稍微比较好一点，然后它的弹性也会比较好。它的坏处呢，就是你冲久了，你的 pressure 钉会比较多。再来就是，如果你冲的浪比较大的话，这个板子比较容易断板。这个 glass 强度比较高一点的话，那这个板子就会比较 stiff 一点，比较没有不会有那么多弹性。不过它有时候也比较 responsive， 就你只要动一点，这个板子就跟着你动。那它的缺点就是在会稍微重一点点。再来就是这种比较 stiff 一点的板子，对你现在冲的浪有可能会有点太硬，因为它在加速的时候有可能不够柔软。不过我想你在这个阶段，你大概知道你自己你想要拿这个板子去冲哪一种浪，那这个就是要在重量、材质跟 glass 强度中去找到一个适合的一个质量。好了，最后就整理一下，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设定好适合自己能力的板型跟长度。第二点就是看它板子的状态，软板就是看装备齐不齐全，它受伤的地方如何，或是硬板、短板的话，就去看它的 pressure 钉，看它修不过的地方，这些强度有没有在把它修复到原本的强度上。第三点、最后一点，基本上是给冲了好一段时间的浪人，就是它的材质、重量跟 glass 的强度。好啦，如果这些资讯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在下面帮我按个赞。如果你知道一些我在这支影片没有讲到的地方，你觉得是对看二手板很有帮助的，请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看。And please consider subscribing to my channel, Brian Liu. 那就这样啦 ，Brian number 3 checking out. Until next time, I'll see you in the water.